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1念，491念倒数第二行，发菩提心这个地方看起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请坐。这一句经文非常重要啊，此为全经之纲宗啊，纲是纲领，宗是宗要，也就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啊。以详论与明宗仗义啊，在前面讲概要的时候说过，弥陀要解，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，本著呢则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跟小本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啊，所以其旨同也。信愿即观经中三心啊，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三心，这个三心就是菩提心啊。一者至诚心，二者身心，三者回向发愿心，居四帖所依。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做的啊，也就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意思啊，以至诚心真实行也啊，就是真心。世间人日常所用的心叫妄心呐，虚伪不实在啊。那我们学佛一定要用真心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法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没有通过思虑啊，我们的思想是第六意识，不是真心。我们的情执啊，像顾虑，这是第七摩那识的作用，也不是真心啊，这些都是妄心啊。用妄心六道轮回啊，妄心是六道轮回心，用的正，完全听从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但它不是真心，那所得的果报呢，就是四圣法界啊，这分四等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都不是用真心啊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发菩提心。那么真正发菩提心呢，肯定就超越了啊，超越了四圣法界啊，也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都超越了啊。哪些人呢？古大德里面啊，像谭鸾
善导、用民、智者，这些都超越。啊，禅宗下历代的这些祖师，啊，他们都是用的真心，真心超越十法界，不但超越六道啊！啊，我们有真心，就是没发起来。啊，如果真正发起来了，我们也一样可以超过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应当以真诚心生活，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别人用虚妄的心对待我们，我们用真诚心待人。啊，说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真诚这个虚伪的心呢，就是八十五十一心处，这是轮回心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随顺烦恼习气，那你就是造轮回业。我们用真诚心，不再造轮回业了。啊，希望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第二呢，身心。第三，回向发愿心。至诚心是体，真心的离体。后面这两种啊，就是真心起作用。啊，作用为什么是两个？一个是自受用，就是真诚心对自己叫做身心。真诚心对别人叫回向发愿心。啊，这是其用啊，从体起用。啊，四帖书里面说啊，第二身心呢，身性心也。这个也说得很好。啊，身性呢，身性呢有二。一者决定身心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反复，这一定要信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《地藏经》上讲的好啊，啊，阎浮提众生呢，说我们这地球上的人啊，无不是业。无不是罪啊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为什么是罪业呢？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啊，真心不但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这是真心呐。啊，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叫无明啊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无明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一无所知啊。啊，所以说是迷惑颠倒。我们把一切现象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间接思想错了，于是你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叫造业。啊，看错想错叫迷惑，言语行为就叫造业。啊，造什么？造六道轮回的业。
啊，虽然得到圣贤的教诲，啊，我们学到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算是不错了。啊，这些是属于善，啊，六道里面的善。那果报呢，在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出不了轮回的人，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。为什么？无量劫来迷得太深了，啊，恶习气太重了，天行菩萨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的不善的心所有26个，这烦恼啊，6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啊，这种烦恼起作用啊，就是造恶业啊。那善心所只有11个，你想想。善才11个，恶有26个，说明了恶念多，善念少；恶的力量大，善的力量小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，学坏很容易，学好很难。啊，根本的原因呢？这心所不一样啊！啊，那么现在再加上外面环境诱惑，啊，也有啊。你像办这些传统文化讲座，啊，说这些善的，对社会影响不大。人听了可以，哎，振奋一下子。啊，3天5天过后啊，就淡化了。10天20天没有了，又回到老样子去了。啊，而不善的熏习，那个力量太大了，它天天不间断。啊，在电视，在网络，啊，在信息上传播，啊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这个力量多大？所以人怎么能不学坏呢？今天人学坏是正常。啊，佛菩萨怎么看待啊？我们要知道。无量寿经佛说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叫我们不要责怪呀！啊，社会这些大众。啊，没人教他们。啊，过去旧社会。啊，1-200年之前。环境比今天好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重视伦理道德教育。不但读书的人重视，不识字的人也重视。
啊，我这个年龄还能感受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80年前，我住在农村。啊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农村还相当守旧。啊，都市里慢慢变了，农村没有变。啊，我母亲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懂得伦理，懂得道德，懂得因果。啊，所以我们从小接受母亲的教诲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不敢为非作歹呀。知道尊敬祖先呢，尊敬天地鬼神呢，啊，现在说迷信啊，但是这一些教诲确实让人心踏实啊，不敢有恶念啊。乡下妇女逢年过节啊，都会上庙去烧香啊，佛寺、神庙啊、城隍庙，我母亲一年总要去个3-5次啊，带我们到城隍庙啊，烧完香之后去看阎王殿啊，十殿阎王，母亲一样一样指给我们看，你看受这种刑罚他造什么样之业啊，我们就记住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。啊，业因果报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10岁，我们从乡下了搬到城里面去居住了。啊，城里面跟乡下不一样，没有乡下那么淳朴。啊，以后一直居住在都市。啊，还好，我们从小受的这些教育还没有变坏。啊，20岁，对于传统的文化就很有兴趣。啊，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，知道佛教经典是大学问。啊，接触之后，无量欢喜。欲罢不能呐！啊，这个60年来，天天读它，啊，天天在学习，啊，所以没有被外面环境染污，没有被外面环境干扰，好幸运呐！啊，好难得了。啊，我也是感觉到自己恶习气很重，对治不了啊！啊，这个东西不对治可麻烦了。啊，最后用什么方法对治呢？呀，李老师教我这一招，讲经。啊，我试验说是好，啊，一
直就维持下来了。啊，初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。啊，一个星期讲2次。啊，讲3次就相当吃苦了。啊，讲2次很好，很舒服。啊，40个小时预备也，1个小时上台啊。啊，写讲稿啊。讲稿写了还得改好几遍呢。啊，1年之后就有很大的进步。啊，1年之后我讲1个小时大概准备10个小时就够了。你看从40个小时就变成10个小时。啊，2年之后几乎就平等了。啊，2-3年之后啊讲1个小时1个小时准备就行了。啊，可是不能放松。一放松啊马上就出问题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讲经的时间增加。啊，大概3-4年之后啊，我讲经的时间每一天讲。啊，每天至少1个半小时，那是一堂课是1个半小时，2堂课就3个小时。啊，至少是一堂课。啊，多的时候2堂就3个小时。啊，因为差不多3年之后啊，我准备1天8个小时。这1个星期讲就可以了。啊，1天准备可以讲个5-6天。啊，讲经的时间在正常啊，延长啊。啊，所以最长的时候每天讲9个小时。上午讲3个小时，下午讲3个小时，晚上讲3个小时。啊，人家说我喜欢讲经，不是的，哪里是喜欢，对治自己的毛病啊，这一招管用啊，啊，对我很有效啊，其他的不行，其他的时候这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其他的扶不出烦恼，唯有这个方法啊。你看一直维持到现在，我每天讲4个小时，我每天读经4个小时，我看得很仔细啊，这样没有时间去打闲岔了啊，自然不受干扰了，那其他的时间就念佛啊，报万四千法门了。我选择是这么个法门啊，我觉得这个法门对知识分子很管用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讲经，我的估计每天8小时以上啊，从早到晚，多少人来看他，多少人来向他请教，来提出问题啊，求佛开示啊。佛49年讲经教学没有讲稿，这个诸位说的没讲稿啊，经典都是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啊，学生就是这些菩萨罗汉们啊，大家在一起开会，请阿难尊者复讲啊，佛每次讲经请阿难尊者讲一遍啊，大家听了都欢喜，阿难讲的没错，确实是佛之，佛是这么说的，就把它记录下来，这就成了以后的经典啊。世尊一尊的示现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
真的，他是为知识分子表演的。啊，学佛总是知识分子占多数。啊，所以做这种表演。啊，我们是决定了要深信。啊，确确实实是妄心在做主宰，真心虽有不起作用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我不想害人，但是总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这通病呐、啊，自私自利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害人。啊，就会干出损人利己。啊，那就造罪业了。啊，那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造罪业就是在制造六道轮回。啊，这就有了罪报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呐、啊。啊，莫是堕落，堕到三途叫常莫，常流转六道里头搞轮回，无有出离之缘。缘什么机会啊？没有出离六道的机会呀，你说多可怜啊！二点呢，决定身心，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摄受众生无疑无虑，成彼愿力，定得往生。啊，相信自己业障很重，靠自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唯一的办法只有靠阿弥陀佛。啊，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为谁发的？为我发的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为谁建立的？为接引我、成就我而建立的。哎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感恩的心呐、啊，报恩的心呐、啊。那我们才真正能学到东西。啊，特别是后面这一句，定得往生，我们要无疑无虑。啊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。第三呢，回向发愿心。啊，回向是把自己修学的功德，回向给菩提，回向给自信。啊，自信就是实际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啊，从真实深信中以所修之一切善根回向，愿生彼国。这当中的深信啊，这是自立的，对自己的。啊，我在过去
应该有30年了。啊，我讲这个三心，菩提心的三心，身心呢，我是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体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自受用。啊，对待自己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正确。啊，这个说得很具体。善导大师这个讲的，讲得好，非常贴切修净土的人，深深相信。啊，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深深的相信阿弥陀佛48愿呢，值得我的。啊，我决定要依教修行。啊，决定啊，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。信愿持名。我们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，对这个有坚定的信心呢。啊，这个说法非常贴切。啊，再以回向发愿心呢，去帮助别人。啊，自心化他了，啊，自己成就也要帮助别人成就，啊，所以以一切善根呢回向，回向到后面还会讲到，由上可见的要解所谓的信愿，就是观经讲的三心。观经讲的三心呢，就是本经中所说的菩提心。故知经经之发菩提心，就是弥陀要解里的所讲的真心切愿。啊，又一项专念呢，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个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是亲近阿弥陀佛。又是阿弥陀经呢，大小二本，原是一经呢。啊，大本是无量寿经，小本是阿弥陀经。啊，内容完全一样。啊，是以两者，大本跟小本，宗旨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说是因一致也。啊，同一个宗旨啊。发菩提心，以详述于明宗章中，啊，在这个概论里面详细的说过，这就不多说了。仅再从安乐集中论菩提心部分录取素则，以便参会。啊，参是参考，在佛法里叫参学。啊，会是会合，啊，各种经论，佛菩萨祖师大德所有的不同的说法，我们多听听。啊，融会贯通是这个意思。
《安乐集》这部书，一度啊一世就是失传了。啊，乃道卓大师所传，所论甚为精要。下面揭露原文，并稍注释前身其意。啊，有个很简单的注解，把他的意思说出来。道卓大师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。啊，第一，显菩提心之功用。安乐集云：第一，出菩提心功用者，这讲菩提心的功用。大经云，这个地方讲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凡于往生净土，要须发菩提心为缘。这个要须两个字非常重要。啊，要是重要的，须是必须。啊，最重要的必须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往生的根源，像水的源头一样。如果不发菩提心，怎么能往生？啊，那么发菩提心就太重要了。云何？啊，这意思是为什么？菩提者，啊，这来解释菩提，乃无上佛道之名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。啊，大觉，彻底的觉悟。啊，无所不觉，这是无上佛道之名。啊，在佛经里面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若发心做佛者呢，慈心广大，周遍法界。啊，这个心是没有极限的。啊，佛法里面常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啊，真心觉而不迷，妄心迷而不觉。啊，我们今天用妄心啊，啊，就妄心迷而不觉，真心觉而不迷。啊，那我们想做佛，你看看，心要广大，头一个条件；心小做不了佛，啊，心一定要大，啊，要周遍法界，慈心究竟呢，等若虚空。啊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啊，什么都能包容，这是菩提心。这也就是说，西方极乐世界那里的居民，他们的心量都这么大。为什么？真心，它不是妄心，妄心才有自私自利。啊，妄心的心量就小了，啊，真心的心量没有边际呀。啊，就周遍法界等若虚空，没边际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真心。
啊，慈心长远呢，敬未来际。啊，这从时间上说，前面两句是空间上讲。啊，时间上讲，它永远是这么大。啊，它不会呀变小的。那这个妄心呢，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。啊，大也不是很大，小会变得很小，叫小心眼。啊，慈心普被呀，利益而成长。啊，普是普遍，被是具备。啊，所以它没有二乘的障碍。啊，二乘也得了正觉啊。啊，但是正等正觉他没有得到。啊，正等正觉是菩萨。只有正觉，没有正等正觉，这是声闻缘觉。啊，这都算小乘。啊，小乘呢，心是不错，但是有时候不耐烦。你比如众生难度，算了，我就不度他了。这就是二乘心，啊，不像菩萨。难度也要度。啊，他有耐心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善巧方便。啊，若能一发此心，勤无始生死有轮呢，所有功德回向菩提，见能原以佛果无有生灭。这个心一发啊，勤，这个意思是毁坏的意思，是败亡的意思，是荡尽的意思啊！荡尽什么呢？无始生死有轮，有是三有啊，欲界有、色界有、无色界有，就是六道啊，就是六道里头的生死轮回啊，无始劫来，六道生死轮回，轮就是生死轮回啊，通通把它当尽了啊，也就是通通啊，前皮是毁掉，把它毁灭掉了，所有功德回向菩提。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啊，也就是他能把轮回心灭掉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就更容易懂了。啊，无始生死有轮，就是六道轮回心。啊，有六道轮回心，就有六道轮回的果报。啊，轮回心断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所有功德回向菩提。啊，三种回向呢，回向实际，实际回向自信呢。啊，实际是自信呢。啊，回向菩提，回向正觉，菩提是正觉。啊，再叫回向众生。啊，念念不忘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在过去，众生还加上个有情，现在明白了。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全是众生。动物有没有情？有。矿物有没有情？有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情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他有感受，他有苦乐的感受，他有忧喜的感受，
啊，他有想。啊，我们以善心对他，他知道；以恶心对他，他也知道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对他都有干扰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知道，整个宇宙的现象，啊，科学家把它分成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这三种现象全是波动的现象，波动的频率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科学家只是讲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快速，啊，佛法把它的数字说出来了，啊，像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弹指。32亿8000年，那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波，一个频率。啊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啊，用中国人的算法，320兆，一弹指，它震动的频率已经320兆次。啊，那一秒钟呢？一秒钟我们至少可以弹5次，啊，弹得快可以弹5次，那乘5，1600兆，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次的这个频，这么高的频率，啊，每一个念都具足佛法上说的五蕴的现象。色受想行识，那色呢？物质现象；受想行识，精神现象。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说，现在科学家肯定了，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，不是二。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是心理现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。是心念，就是念头，没有念头了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只要有物质存在，你就知道你念头没停，没有中断过。啊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物质现象里有很多坚硬的固体，它的频率比较慢。啊，像我们这肉体这些呢，这频率就比较快。啊，再快的呢，就变成空气，变成电流，啊，变成光波，那是频率快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快发，都是在频率里面产生的变化，达不到原始那个频率的速度，那个速度才动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你看《还原观》里面讲，那三种周边，第一个周边法界，才动它就周边法界。啊，不管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自然现象，只要它一动啊，就周边法界，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身心，啊，就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跟物质的部分都在起波动。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发射台，啊，把我们的念头往外发射，同时也是接收台，整个宇宙的信息啊，我们都收到。啊，收到，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？烦恼障碍了。如果烦恼轻，啊，心地清净一点，他就能接受到。越清净，接受到的就越多。其实，通通都接受到了。啊，你心越清净啊，你的感受越多，你完全能感受得到。啊，所以，整个宇宙啊，
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个有机体，它是活的呀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，通通是活的，而且什么呢？通通有关系啊！它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电网一样，网络一样啊，我们是网络里的一个点啊，跟整个宇宙啊息息相关啊，起心动念全是关联连在一起的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所以菩提心不能不发，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着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那什么是妄心呢？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分别执着是妄心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。啊，别执着，就是用真心。那执着呢，就用妄心，不要分别，分别是妄心，啊，不分别是真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跟佛一样，你完全用真心，一点妄心都没有了。啊，如果只能做到不分别，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。啊，能做到不分别，不分别当然不执着。啊，那你跟菩萨一样。啊，菩萨用的真心还带一点妄。啊，再下一等呢，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。啊，他们呢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呐。啊，阿罗汉用真心呢，用到三分之一，菩萨用到三分之二，佛圆满的。啊，佛用的完全是真心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学佛则在学这个东西。啊，心量要脱开。啊，这对我们凡夫说的，凡夫因为有自私自利，啊，执着有个我，所以量不大。啊，要在生活当中，要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把心量扩大，对一切人平等。啊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。啊，把心量扩大，越大越好。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呢，量大佛大了。啊，那没有度量人，福报就很小啊。你有多大的福报，就看你有多大的量。啊，你的量小，你的福报就小。啊，所以佛量最大了，圆满了。啊，佛的佛报是圆满的。啊，心量大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有功德回向菩提。啊，回向时期皆能云依佛故，依是到达。啊，我们所修学的功德回向，希望将来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证得佛故，无有失灭。啊，这个功德就帮助你，功德绝对不会失掉。啊，念念向菩提，念念向西方极乐世界，
念念的向阿弥陀佛。下面呢是黄老居士的解释啊，他老人家注解啊，自初是云啊，不是细讲啊，讲大意。首引大经呢，一名功德，大经者无量寿经啊，因无量寿经的来解释啊，经引道主善导。注家了，称之为大经，称无量寿经为经宗大经。啊，天台就是智者大师，啊，他称无量寿经叫大本，称弥陀经叫小本。啊，善导大师们他们称为大经，啊，称为小经，小经就是无量寿经，而不是。阿弥陀经啊，小经，此菩提心实为往生净土之源，这句话重要，所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没有本源呢、没有本源是决定不能往生的，这就是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的缘者本也啊，故知若不发此心，纵然勤修，亦是无缘之水也，无本之木，终不能往生也。啊，你要不发菩提心，佛念得好啊，一心专念，没有菩提心。啊，那像什么呢？这个举的例子很好，无缘之水，这个水一定会干掉啊，没有源头啊，啊，无本之木，这个木没有，这棵树没有根啊，树没有根，它怎么能活得了？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啊！你不发菩提心行吗？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用真心生活，用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啊！所以我这个这么多年讲菩提心，我讲的很简单啊，我讲真诚心啊，就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就是身心啊，要觉悟啊。啊，觉悟自己是凡夫啊，觉悟自己错了啊，觉悟自己起心动念都在搞轮回呀、这是对自己的觉悟啊。要觉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为度我而发的，觉悟西方世界啊，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是提供给我修行正果而建立的啊，弥陀对我有大恩大德，我们要知恩报恩呐、怎么报法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弥陀，证究竟佛果，这就是报弥陀之恩。
啊，能报弥陀之恩，所有一切恩通通都报了。啊，父母之恩、祖宗之恩、啊，国家之恩、众生之恩，通通都报了。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云何以下？前面注解里头，云何以下就道州大师的啊，深明其意也，盖菩提者觉也。无上觉呢，就是佛。啊，菩萨觉。啊，菩萨觉悟了，但是没有圆满，啊，不能成无上，啊，佛才是无上觉，没有比佛更圆满的了，究竟圆满，啊，这是无上觉。啊，是故菩提皆是无上佛道之名，发心作佛，皆发起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之心。啊，这两句出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啊，这是世尊告诉我们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我自己的心啊，是心是佛啊，不是外面东西啊。啊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佛这个心是真心，真心就是佛。嗯，妄心就是魔。啊，佛魔都不在外，都是自己。一念觉成佛了，一念迷是做魔了。啊，一念觉魔变成佛了，一念迷呢佛变成魔了，就这么回事啊。你要是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佛可爱，魔也很可爱。啊，你对于佛跟魔的看法，心就平等了。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要帮助妄心回归到觉心，回归到正觉，这就对了。这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所以《大乘经》里面佛才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这就是实现是佛，啊，一切众生包括花草树木，包括山河大地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全是众缘和合而生，还包括自然现象。啊，佛里面说雷神，啊，电神，雷电呢、啊？雷电是属于自然现象啊，啊，有雷公啊，风神，雨神。这是不是明星？不是啊，
怎么是迷信呢？啊，风雨雷电，通通具足了色受想行识。啊，所以他跟我们能有感应呢？我们的意念专注跟他去起感应作用。啊，我们念头妄念下来，一心呢，念这个雷，念这个闪电，啊，闪电就会起作用。让这个雷声小一点，啊，让这个电光啊弱一点，那可以能做得到啊，好像他很听话了，很跟你合作啊。啊，如果你不能把意念集中，你对他就不会起感应。你的念头集中，啊，对着他，可以啊。地球上这些灾变，我们如果把意念集中，啊，希望这个灾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，啊，到灾变不会发生，啊，这个地球善化大地，他会跟你合作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啊，就像日本江本博士水实验一样，天地万物，风雨雷电，跟我们的念头都感应。我们的念头善，它善；风调雨顺，那善念嘛，我们念头不善，也暴风暴雨，啊，就造成灾害。就这么回事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呢，这是所谓自然灾害，不是自然，是人起心动念的感应。啊，这个道理佛讲透了，啊，但是人不相信。现在人着重什么？物理。不懂心理啊，更高层的是心理啊，物理是从心理上变出来的啊，所以境从心转，那境就是物啊，物随着人心转的，心是主宰啊，物不是主宰啊，这个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。非常难得的近代科学家把它证明了啊，近代的量子学家啊，搞清楚搞明白了啊。黄念老他是研究科学的，他在学校里面教无线电啊，教科学的，你看，在这个经里面前面296页，他讲到一毛一尘的微点，皆从世纪离体而现，这是讲科学了。在338页讲微尘，他引用现代的科学家的话啊，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啊，也就是讲的量子。微中子多大呢？只等于一个电子的1/100,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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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
穿透十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，记住啊，多厚啊，
10亿公里，这么大的力量，它能穿透。啊，粒子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心念是转向，能量是业相。啊，这是用现代的科学来印证的佛法讲的阿赖耶的三性相。啊，10亿公里已经穿透了地球了。地球从它的直径通过地心到这边不到10亿啊，没有10亿啊。啊，所以心理现象是根是本，物理现象是枝是干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研究都在枝干上，没有找到根本，所以问题出来了，找不到方法解决。啊，佛法找到根本，所以他有办法解决。啊，今天物理学家用种种的发明来改变基因，啊，希望动植物能够长得更好。啊，其实现在基因出了问题了。啊，那么中国从前不要这个东西，它有没有方法长得非常好，而且非常营养，这现在证明比现在价值高。中国人用什么？用心理，人心厚道啊，人心爱人呐、啊，啊，讲伦理，你看看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样的心种植出来的农作物，它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，这就是东方的这个文化了，重视在精神，精神影响到的物质是最好的。啊，科学技术它不懂这个。啊，推的心没有那么善良。啊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它没有。起心动念是这个相反的。啊，用种种这个物理学的方法来改变，越改越糟糕，还不如不改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崇尚物理，疏忽了心理，这个事情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啊。啊，可是今天这个观念已经完全建立了，人人都相信。啊，今天我们提出心理，没有人相信，那怎么办？那只有看科技、科学技术毁灭这个世界。世界毁灭了以后再来。这个很悲惨呐、啊！科学技术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个享受啊，不过是200-300年呐、啊。我们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是地球的毁灭，不值得了。啊，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人知道。英国汤恩比博士在70年代就讲得很清楚，
啊，也就是四五十年前吧，半个世纪，啊，他就提出农耕要恢复过去人工的方式。啊，那一种农耕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是真正有营养，啊，对人真正有利益，啊，没有一点副作用。这他主张恢复古时候人工的种植，不要用机械，不要用化学。啊，主张科学上这些发展一些工具，啊，只能够用在我们的衣食住行，衣食住行以外的决定不要去发展，不要去搞它。啊，把科学技术限制在衣食住行上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真正有智慧啊。啊，可惜没人相信。啊，他这些谈话我们在记录上看到啊。啊，他们出了一本书啊，跟池田大作的谈话。啊，我看过这本书，我对他老人家的见解非常佩服。啊，他也谈到21世纪社会问题。啊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他认为一定要用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孔孟学说是中国的，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。啊，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敬佩到五体投地。啊，也热爱到五体投地。啊，内行啊，他真懂啊。啊，那我们在欧洲，在英国就没有看到第二个唐恩比，他没有继承人了。啊，欧洲的汉学我是两次去访问，啊，我了解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传统的文化，大乘的文化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问题。学佛不能不知道是先是佛，是先做佛，是先做是佛是根。因为有这个根，我们现在的心想做佛，就肯定能成佛。盖能发如是心者，本来是佛。啊，此做佛之心呢，就是本来是佛之心。啊，所以下面佛云：“此心广大了，数穷三世，横遍十方啊！
这个心究竟呢？究极时期，穷尽法缘，究竟究极时期是理。现在人家呢，真理啊，真迹就是真理呀。啊，穷尽法缘，法是万法，啊，整个宇宙，一切万法的根源。你都明了了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佛啊，佛用什么方法？佛就是用真心，你用真心，你的问题能解决啊，你能够见性啊，究极真迹就是明心见性啊。我用这个来解释，大家就好懂了啊。穷尽法缘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你没有障碍。你见性之后确实如此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没有不知道的，你没有不明了的啊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这些现象啊？宇宙何去何从？啊，人生万物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你见了性的，这都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，幕后一句话说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！只要你见性，全了解了。用什么方法见性？自性没有方法，只要你把障碍去掉，它就现前了啊！什么是障碍？起心动念是障碍，分别执着是障碍啊，只要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你全明白了。哎，就这么简单的啊！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成就的，慧能大师也是这么成就的啊。能大师是听老师讲《金刚经》啊，他的老师是五祖忍和尚啊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一堂课没听过啊。寺院里面有禅堂，他没有去参过禅，有讲堂，没有去听过经啊。他在寺院住八个月，是做义工啊。老和尚分配他到柴房破柴舂米啊，干这个粗活，他干了八个月啊。最后这一晚上，老和尚召见他，给他今天讲经啊，念啊，半夜见面，三更大家都睡觉了啊，他进他的房门，门一路都是开的，给他讲经啊，念实在说顶多两
两个小时。经没讲完了，大概讲的是三分之一，讲大意啊，他就豁然大悟。啊，为什么他听两个小时经就成佛了呢？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他听两个小时的经，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他自信出现了，就明心见性了啊，所以彻底通达明了啊，啊，说出五句话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最后一句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无数就说行，停了，别说了，衣钵就给他了啊，叫他赶快走啊，亲自送他啊，叫他躲起来啊，这个一躲就躲了15年啊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，他才出来啊。啊，为什么要躲呢？嫉妒障碍。你看多少同学跟老师那么多年，啊，老师的衣钵都没有传给他，怎么传给你这么一个人？啊，大家不服啊！啊，他真开悟了，那些人跟他那么多人没开悟啊！啊，法要传给真正开悟的人，真正坚信的人啊！啊，所以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这个重要啊，这真正是关键呐！啊，常云明即真常。啊，明是光明，是智慧；即就是定，即静。啊，这两个是真常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明是智慧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即是德，性德。啊，如如不动啊。啊，真常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永离生灭。啊，真常啊。普悲是具足一切。具足一切法，无欠无余，欠是欠缺，没有欠缺。那不但没有欠缺了，也没有多余，圆圆满满，你全得到了。啊，所以说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断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呐！啊，圆满的断能，圆满的相好，啊，
我们今天讲福报啊，那圆满的福报啊，你得到的，说实在话，不是几千个亿、几万个亿，那是太小了，太渺小了。你得到的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法界你全得到了。啊，那是万万亿、万万亿都不值得，那这些那鸡毛蒜皮呀、啊，你这算什么话？啊，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。啊，全是心性是变的吗？啊，十方法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从哪来的？我心所现。啊，诸佛法界里面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我识所变。哎，这个时候真有我了。啊，迷的时候没有我，觉悟的时候真有我了。我是什么？主宰呀、啊，自在呀、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具备智慧能力，去教化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啊，十法界众生没开悟啊，你给这些众生感应道教啊，众生有念啊，他的念头那像发射台啊，发射出去了，马上周边法界你就完全收到了，信息完全收到了啊，收到什么呢？化身去了啊！众生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你的化身也是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，一个都不漏，这个本事多大！谁呀？自己呀！啊，这才叫真正慈悲，这才叫真正爱护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觉悟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。这是普悲。啊，底下总结，如是之心，功德不可思议。若能一发此心，便能勤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的沉沦。这就是解释。若能一发此心，勤无始生死有轮。啊，念了这几句话，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我们一听就懂了。你看，若能一发慈心，啊，菩提心一发，你就能够勤尽无始以来的生死与诸有沉沦，诸有沉沦就是六道轮回，啊，你就能了生死出轮回呀、啊，啊，更以功德回向菩提。定能上证佛果啊！你把你这些功德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无上菩提，你就证得无上菩提啊！证得无上菩提就是证得佛果啊！所有功德绝不贪卷啊，贪卷是损失。你所有的功德决定没有损失啊，不但没有损失也不会消灭啊。道著大师赐予 啊他老人家这些话了，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，
超出情见，微妙难思。道哲大师是什么人？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他怎么能说得出这话来？明心见性，我们一般就称他是佛了。不是佛，他讲不出啊。只有佛才能说得出这些话来呀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确确实实超出情见，情是有感情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分别执着的人。这叫有情啊。有情众生绝对没有这种见解。他超出了。超出六道，超出十法界。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人没有这样的见解。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如果说是你自己想发菩提心，我从哪里发起？大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，你从这个地方发起，慈心广大，周边法界，你从哪里发起？你心量还小，这个人不容他，那个人也不能容他，那你就知道你没有菩提心。你念佛念得再好，不能往生。首先要包容啊，要平等啊。我的心对待人不平等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他，这不行，这不能往生。你从这个地方细细去反省，你就晓得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你具不具备极乐世界的条件，你就知道了。慈心究竟。究竟是等若虚空，究竟两个字的意思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就究竟了。菩萨没有分别之处，有妄想不究竟。佛呢，妄想没有了，这叫究竟了。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学，生活里头学，工作里面学，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学，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能办事吗？办事非得用心啊，这能办事吗？能，而且办得非常圆满。起心动念办事，往往后头还一匹鹿。为什么呢？真心嘛，真心充满了智慧，真心办事是智慧啊。我们通过思考了，通过思考是知识。现在人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啊。知识办事办出很多纰漏出来啊，后遗症一大堆呀。为什么心不清净？你想想看，清净心是阿罗汉，跟阿罗汉的不能比。
啊，平等心是菩萨，大彻大悟心是佛心。啊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里面，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有。你能没后遗症吗？不可能呐！啊，为什么？你想的不圆满，想到这里那一边忘掉了，想到那边这边又忘掉了。啊，唯有智慧，不要通过思考，面面周到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中国虽然这100年的动乱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到全世界去走一走，中国人还是全世界里头最好的人。啊，虽然现在学的不像样子，比较起来，中国人还是最好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过去几千年呢，祖宗教化底蕴深厚啊。啊，我今天说这个话，我充满了信心。为什么？我在汤池做了3年实验。那我发现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？这教中国人，教外国可不是那么容易。啊，几千年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2000年来大乘佛法的熏陶，这个底蕴厚啊。啊，今天违背了啊，放弃了，疏忽了传统啊，疏忽了大乘啊，学习外国这些东西，把自己搞得这么苦，这么多灾难啊，只要求，只要回过头去找老祖宗，问题统统能解决。啊，要相信老祖宗圆满的智慧是自己的心得。啊，自己跟老祖宗没两样啊。啊，我们要开发自信里面的智慧，开发自信里面的能力，开发自信里面的宝藏。要重视精神，不要学外国人，外国人重视物质，不知道精神。啊，所以今天灾难来了，他没法子解决。啊，中国东方像印度啊，这个东方的时候，他有底蕴。啊，哪一天一觉悟，回去找老祖宗。啊，老祖宗遗留下这些典籍都在。啊，智慧在这些书本里头，啊，方法在这些书本，经验也在这些书本里头，啊，你只要多看看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如何恢复对老祖宗的信心，这是关键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老祖宗这套东西帮助你，能帮助你多少，完全在信心上。你有1分信心，老祖宗帮助你1分；你有10分信心，老祖宗帮助你10分；你有1000分的信心，他就帮助你1000分；10000分的信心，老祖宗帮助你10000分。完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们决定不能疏忽。
啊，恢复对老祖宗的一种恭敬啊，老祖宗对后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啊。我学了佛之后，我心里常常这样想啊，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，不是凡人。啊，几千年前所传下来的东西，啊，佛法传到中国才2000年，跟佛法一比完全相应。啊，那么现在把老祖宗把佛法跟近代科学一比，哎，也相应，科学证明了。啊，所以今天只有少数，很少数的科学家懂得，啊，他们知道，啊，这个里头理太深了。啊，我们不是经过60年的熏陶，所以叫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大乘经教上熏修60年了，一天没中断呢。啊，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体会，才有这么多的认知。啊，3年5载，不行了。啊，祖宗的这些东西熏习，大乘熏习至少10年，你才有一点根。啊，20年30年肯定有悟处啊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祖宗教诲，教之道贵以专。啊，教要专，学当然要专。啊，不专，得不到东西。专怎么样？专你就得定。啊，定久了就开智慧，豁然大悟。啊，问题才能解决。啊，戒定慧三学是从佛法传过来的，传到中国之后，道家采取了，儒家也采取了，儒跟道都采取了佛的戒定慧，啊，正好，啊，儒家也讲悟啊，讲悟性呐，道家也讲悟啊，啊，但是佛法那个悟彻底，为什么呢？叫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儒跟道没讲得这么深啊。儒跟道只讲你别执着就好了啊。所以他们那个境界，阿罗汉的境界啊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。但是天人间人天境界啊，道的境界比如还高一点，道大概是在色界天跟无色界天。啊，儒家的境界是欲界天。啊，佛的境界能超越三界。啊，不但超越三界，超越了十法界。啊，那么今天佛法在全世界也只有保存在中国。这是比什么都可贵呀！啊，中国人要真干呐！究竟圆满的大法啊，这是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稀有的法宝啊！啊，特别是这一部经啊，你要嫌这个佛经太多了，你就要这一部就行了。
为什么？这一部是顶尖啊，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第一经，顶尖的啊！你只要把这个掌握了，你这一生就能往生，就能成佛啊！你就能证得大圆满。确实，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本呐。啊，我们特别感激夏莲老的慧气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他的慧气，我们要学五种本子太多太杂，不好念，哪一句重要我们也找不到。夏老用了10年的时间呢，不短了。10年的时间汇成这一本啊，人家那是什么样修行的功夫，什么样啊汉学佛学的体子啊，还要用10年时间啊才能把这桩事情搞成功啊。念老是夏老的学生传法的学生呢，登堂入室的学生呢，啊，亲自听老师讲解这部经啊，老师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个注解，他不为老师的教诲，真把他做成功了啊！我看到这部注解引用经论古大德的这些论著193种，我跟他见面到他家里去访问，看到这堆书在那里，我问他了，你从哪里找来的啊，这样完备的资料，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你从哪里找来的，真的是三宝加持，就有人送这些东西给他，不可思议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当年在台湾求学的时候啊，苦于资料的缺乏，找不到啊，大经大论只有寺庙藏经里头有，藏经不能借出来，要抄那么大东西怎么办啊？天天心里想，想的时候真就有人送来啊，我想的东西几乎都得到，心想事成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你去年我想的这个唐太宗的群书之要啊，那是根本不敢想我会看到这部书啊，就有同学大概在网络上听到我说这个书名，他们就找到了2部寄了送给我啊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，因为这个本子太少了啊。什么时候印的呢？民国初年印的，大概就我出世那个时候印的啊，80-90年啊，经过这个中国经过军阀割据的动乱，8年抗战，还文化大革命啊，那个时候印的本子不多，顶多1000本，到哪里去找？多少图书馆没有这个书
啊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书。啊，居然出现了，如获至宝，说祖宗之德了。哎，这个东西保留的给我，啊，我马上拿到世界书局找他老板，给我印一万套。啊，目的何在呢？希望这个书啊不会失传了，一万套不会失传了。啊，目的在保存古籍，这是中国的国宝啊。啊，不可以再丢掉了。啊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。啊，学习这一样，等于说把中国四库的精华精髓你都学到了。啊，四库那么大，你怎么看？从哪里看起？哎，这一部书是四库精华，啊，你就全都读到了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意想不到的又得到一部好书，《国学之要》。啊，《国学之要》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四库全书，真的精华，经史子集。比这个分量大多了，啊，这个分量的时候只有一册了，啊，这个是50万字啊，国学之要啊，大概有10倍，啊，大概有300-400万字的样子，啊，这么厚的本子8本。啊，现在我也叫他书局给我印一万套。书店告诉我6月就出版，就交书了。啊，这一套书呢，我要送给全国各个大学图书馆。啊，你要想认识四库全书，你先看这个。你看这个你就知道四库的内容，四库是什么玩意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如果你是喜欢四库哪一部分，你就等于说是四库的素引、四库的介绍啊，导游啊，你想要哪一部分，你就能专攻某一部分啊，这是让你认识四库啊，你会对四库产生欢喜心啊，你会真正爱护它，认真去学习它，有个门路可以入门呐、啊，否则的话四库从哪入门？啊，现在印的这个精装本这么厚一册，1500册，从哪读起？啊，这个书就太好了，啊，是我多少年来做梦在那里想，没想到民国初年那些汉学家他们编出来的，用了10年的时间编这套书，前面有序文。啊，那个写序文的丁卯年，我出生的那一年，啊，他们用10年功夫做成功了，是我出生的那一年，啊，也就是说，95年前他们在工作，85年前完成了，我出生那一年完成了，啊，真的是宝啊！啊，这2样东西，一个是救社会、救国家全书之要，这个呢是救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传统文化无从下手。啊，这是传统文化有下手之处了，真难得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